前锋。黑妹。把还裂开了。秒了个佣兵。我带决裂就是为了这一刻，杀不到别人我就杀救人位。前锋来了，一点护臂，有必要就把他杀了，没必要，手机怎么？我这差点都没空用，忙死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的巧啊，这个人呢？
哎呀，这个人分刷的爽，这个人分飞起，好吧？拿了救人分，还拿了板子分。哎，又开始白给了，真的是。这你都敢翻？你胆子是真的大，有一说一，确实牛逼。知道不是他救，来吧，揍我上车！这把可能要平了，这把失误了。多谢前锋老哥给机会，正愁节奏不好怎么赢，然后他就嗝了个屁了。多谢佣兵给个双倒机会，谢谢你。
多谢仙子给机会，他还收个遗产金，这鸡蛋能不收？谢谢你。哎呀，这一把简直美得不行。不动了，没机会了，这一波手术搞崩了。所以你把他摸好，你让他怎么救呢？这不真是给你开玩笑的？他真是开玩笑的。还好还好，然而这丝毫不影响我发挥。佣兵没治愈，骑点没车。这佣兵要是能扎死，那被爬到地下口了吧？呵呵。
个脸。
Ah.
Ha ha ha.